下面的话我介绍一下，T+19-D 遥控器对码方式。同样的话，我们按住中间这个 M 按键，然后长按，灯光闪烁，去启动我们车子上的电源。遥控器上三个灯光正，常亮。同样，这个 S 按键的话就是一个调档的按键，按一下一档，再按一下两档，再按一下三档。然后，刚刚介绍的这个 P 键的话就是一个刹车键，按一下闪烁，再按一下，然后恢复正常，就可以正常行了。